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40面，240面。最后的倒数第四行又佛菩萨与二乘之神通有多种不同。昨天我们学到这个地方，这一段是法藏比丘营造西方极乐世界，告诉我们那个世界的居民，他们的智慧、德能、相好无比的殊胜。这一愿呢，特别是介绍德能里面的一种也就是我们六根的本能，眼耳鼻舌身意。那么现在在一般社会上称为特异功能。那特异功能是有，我也见过。那跟这个经上所说的是没有办法相比的。这种特异功能呢，甚至连小乘初果都不如。而且它会不会失掉的早年我在美国住的时候，遇到这个中国政府好像派了十几个很年轻，我看也不过就是20出头的样子有特异功能特别是所谓的 X 光眼，它能够看透人体里面的内脏。我在洛杉矶有一个同学请他看，他指出他这个肺部曾经得过肺结核但是现在已经钙化了已经结疤了，指出他的位置，他非常惊讶，这个秘密他结婚的时候连先生都不知道没人晓得从来也没说过说明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么我们曾经问过他，你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的？与生俱来的他生下来就有这个能力有人有天耳，能够听到很多不同声音给他讲话给他传话那也不是假的这个天耳通跟天眼通我见过不少。我问他，你这个能力会不会丧失？他会。为什么会丧失？年年渐渐长大了，知道事情多了，慢慢这个能力就退化了大概到30多40岁的时候就没有了。这跟佛经上讲的相应，我们能够理解。实际上这是本能，每个人都有的我们本能多大呢？就像佛经上所说的，我们的天眼
能看到变法界虚空界，能看到宏观宇宙，能看到量子，就小光子能看到啊。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这个能力到哪里去了？能力还在，没有丧失啊，没丧失，这个要知道啊。二是有障碍了啊，什么障碍呢？烦恼习气啊，佛经上讲的无明烦恼啊。无明烦恼是起心动念，尘沙烦恼是分别，见思烦恼是执着。你有这三种烦恼，这能力就失掉了，不是完全失掉。现在我们眼还能见，耳也能听，不过能力 很小，就是眼隔一张纸就看不见啊，耳朵稍微远一点距离时候就听不清楚啊，不是本能啊，有那么大的能量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所以呢一点都不稀奇啊。佛陀教我们修行，什么叫修行？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我们的行为有了错误，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比如说刚才讲的，一般人通通都有这三种不同的烦恼啊，每一种无量无边啊，这数不清啊，这些烦恼啊，习气。你能把烦恼习气通通放下了，恢复清净心啊！你看我们的经体，那就是修行的标准。第一个是得清净心，再提升得平等心，再提升得大觉心啊，就是正觉。正觉就称为佛陀啊，无分别。是菩萨，无执着就是阿罗汉，人人可以证得了。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你本来就是，就跟佛陀一样的啊，有这么大的能量啊，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佛一句话说破了。啊，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的智慧德能相好就跟佛一样，没两样啊！啊，他成佛，我们也成佛了。从理上讲，凡夫成佛是一念之间，是一念觉你就成佛了，一念迷你就变成凡夫了。啊。这个道理大乘教讲得很清楚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要承认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我们也有，个个人都有，没有一个人不是啊。所以学佛要肯定这个理念啊，学佛的目标恢复我们的智慧德相啊。我们中国老祖宗教学跟佛没有两样啊，老祖宗教导我们教学的理念，就是要肯定人性本善啊。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要肯定这一句，人性本来都是善的，就跟佛讲的，他那个善的意思
就是佛家讲的佛，你本来是佛啊，这是完善到基础了，你通通都是啊，啊，是肯定这个啊。可是在事上你去观察呢，性相近习相远，性是相同的，就本善是相同的，可是习性不善了 啊所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那本性不善啊，这性相近习相远啊，如果不交啊，苟不交呢，这个习性跟本性距离就越来越大了啊，到最后啊，本性不见了，习性当了家了，这就叫反复啊。教育理念从这个地方兴起的，为什么要教？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有习性啊，习性不善，所以要教啊。怎么个教法？教之道贵一传，佛教传到中国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帮助很大了啊！就像英国汤恩比博士所说的啊，他有很多话了，让我们感觉他对中国文化有很深刻的了解啊。他说中国古人心量很大，能够包容不同的文化啊，异族文化就是指佛教文化啊，从印度传过来能包容啊，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啊，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是个纲啊，没有细讲啊。佛教传到中国来的时候，把这几个纲领详细讲清楚了，讲明白了，这就是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啊。你看我三字经上这中国本土东西啊，教之道贵传呐。啊，佛法怎么个教法呢？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这是佛经上讲的啊，这就是归转的道理啊。这个方法用了几千年呢啊，过去历朝历代圣贤辈出啊，在佛法里面修行正果啊。我在前面跟诸位报告，2000年来我们估计至少啊有这样成就的人超过10000人以上啊。这种成就实在讲呢，超过印度啊。佛法教人用什么方法呢？用戒定慧，用这个三个方法啊。这是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古往今来十方世界一切凡夫修行成阿罗汉成菩萨最后成佛，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戒是什么？戒是规矩，你不能不守规矩，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呢，啊，一定要守规矩，啊，真守规矩，没有疑惑，你依照这个方法去学，普通人，但一般常人，啊，你要是学一门的话，大概3-4年。就得定了，这定什么？心清净了，妄念少了啊，7-8年就开悟了啊，开悟了，智慧现前了，清净心生智慧
这个方法在中国用了几千年了。啊，过去私塾教学全是这个办法。啊，我这个年龄啊还上过私塾，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一年，以后就改成学校了。改成短期学校，这个教学就没有了。啊，私塾教学就一门课。啊，小孩一天到晚想的就是那一门功课，他不乱。啊，所以现在呢，一般学校采取外国的东西。啊，外国这些方法比中国差远了。啊，2007年，对，剑桥大学汉学系的一位老教授，汉学家，我2006年去访问伦敦，那是我第二次，我就访问剑桥，访问伦敦大学。啊，第一次去的时候看过牛津大学。啊，我给汉学系同学们上过课，给他们同学这个老教授吧做过交流。啊，向这些同学们说，啊，这同学们我佩服，啊，他们讲一口标准的北京话，能看中国的文言文，这不能不佩服啊。啊，拿着佛经写博士论文，有一个同学告诉我，他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就是我们用的这个本子。啊，《无量寿经》有9种不同版本，我说你用哪一个？他用下联句的汇集本，就是我们用的这本子。不容易啊！啊，用孟子，用隋唐的文学家，啊。他们的这个著作写论文，我说你们可以拿到博士学位，可以将来在欧洲啊也做个名教授，啊，著名的汉学家，啊，可是我说你们一生依旧会生活在烦恼痛苦的世界。他们大家都笑起来了。我说你们不能跟我相比，啊，不可能像我这么自在，这么快乐。啊，什么原因呢？我说，你们所学的汉学，啊，内容包括的儒学、道学、佛学。啊，这外国人的字是从这边往这边读吗？你看，佛学，啊，道学到这个道学，啊，儒学，啊，我说我学的跟你们颠倒，我说我们中国人从这边念，那我从这边念呢，就是学儒、学佛、学道。哦，这就不一样了，啊，儒学、道学、佛学是把它当作一种学术来研究，你自己得不到受用啊。那学儒学道那不一样了，学儒要学孔子，像不像孔子？学佛要像释迦牟尼佛，学道要像老庄，那你真学得很像，你就得大自在了。啊，你看父子《论语》头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他的生活快乐，生活幸福啊！啊，这个快乐幸福从哪来的？从学习当中带来的。他把他所学的东西全落实到生活上，习就是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何学何用？
他快乐无比啊！这种快乐与富贵贫贱毫不相干啊！孔子学生里面物质条件最差的颜回呀，那生活是真贫苦啊。可是学生里头最快乐最幸福的，孔子最赞叹的，赞叹颜回啊，没赞叹别人啊。释迦也如是，你看他自己是王子啊，他要不出家的，他是国王啊，叫舍弃王位啊，就出家了。出家干什么？出家教学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所以现在人把佛教成为宗教，这对释迦牟尼佛来讲是很大的冤屈。他不是宗教啊。父子三十而立，这是讲学问成就。释迦牟尼佛30岁开悟，同样境界啊。孔子受无又至于学，30而立。释迦牟尼大概的差不多，那东西方两个圣人啊。开悟之后，他就开始教学，79岁过世的，教学49年。每一天乐此不疲，他没放过假了。我们现在教学还有寒暑假，释迦牟尼佛没有。在全世界我们敢说，这是模范老师。用今天的话来看释迦牟尼佛，他是什么人？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你们想想对不对？他什么身份？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教学不收学费呀。孔子还收一点素修啊，释迦牟尼佛没有。他的生活方式很简单，你看日中一时出去徒步，树下一休，过这样简单的生活。他快乐无比，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从哪得来的？我们读这一节文字啊，那就知道了。他那个智慧、神通、道理，没人能跟他比啊。而且佛说的是，他的那些神通道理，每一个人全有。你们现在为什么透不出来？就是因为你有妄想，你有分别，你有执着，这个东西害了你，你自己不晓得。所以佛法教学，首先教你守规矩。这规矩的内容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放下烦恼习气。用什么方法把它放下？那方法太多了。佛家讲84000法门，那方就是方法，门就是门道、门径。那个很多个人可以不相同，但是干的是一桩事情，远离一切烦恼习气，你心就定了。定是你的真心，乱是你的妄心，在现在这个年轻人呢，心都很乱，心浮气躁啊，心浮气躁，什么都学不好，所以现在学生不好教啊，心浮气躁怎么来的？主要的电视、电脑、
啊，这些电影、杂志、刊物，全是叫你幸福洗澡。你看内容说的，都杀盗淫妄、暴力色情的搞这个。现在人很可怜的，从小啊，尤其是父母都工作，没有人教他了啊，谁教他？看电视，电视教他啊。上学了，中国我不清楚啊，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美国小学一年级就要用电脑了，一年级的小学生，我们细心去观察他，他在电脑里面学学校功课，大概每天一个小时足够了，其他的时间呢，全是看电脑里面的那些黄色什么黑色的那看那些东西，所以把小孩全看坏了啊，不知道孝顺父母，甚至杀父母的、杀兄弟的，在学校杀老师、杀同学的，在美国不是新闻呐，常常有啊。啊，他们政府也着急，但是没有办法。啊，只要有这些东西存在，下一代就完了。所以我早年在新加坡，新加坡的演培法师，我们是老朋友，啊，有一次他请我吃饭，在他的道场，他道场还不错，相当有规模，啊，那一天他们有个活动，啊，信徒年轻人多，有六七百人啊，吃饭的时候他问我，他说净空法师，你赞成民主还是赞成专制？我说我喜欢皇帝，我不喜欢民主。他说为什么？是皇帝负责任，民主不负责任，因为他 一任就是四年就换了啊，他不负责任，不像皇帝，皇帝才真负责任，他要不负责任的话，他这个朝廷就被人推翻了啊。所以在帝王时代，像这种电视电脑早就被处罚了啊。你们念古书，你看孔子杀赵振宝啊，那什么原因呢？那是扰乱社会呀，能言善道啊。啊，那邵振毛在今天这个时代的时候，没有人能杀他，言论自由，啊，出版自由，那没办法干涉他了。啊，孔子只做了卢斯寇三个月办这么一桩事情，把扰乱社会的人给杀掉了。啊，所以孔子也下台了。啊，这下台什么原因？我们能想到，孔子是个正直的人，是要做好事的人。啊，像他那样人不多嘛，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太少了，那大家当然排斥他了。他在政治上怎么能立足？所以他如果要像释迦牟尼佛那么聪明的话，啊，学问成就之后就教学，那还得了啊！啊，他老人家73岁走的，啊，
那就很难得了，所以古人这些掌故，我们去细心去观察，你就了解了啊。古人真正是保护人民啊，精神生活的干净呐、啊，他对这个非常重视啊。啊，古时候确实言论没有自由，出版没有自由，啊，国家管得很严，人民有福啊。啊，这自由有什么好处？自由到最后，整个世界毁灭，啊，灾难这么多，社会这么混乱，啊，所以我的主张啊是有道理的，啊，那延培法师说我落伍了。你怎么还怀念到过去？我说过去越想啊，过去越好。大同之治在中国实践过啊，孔子是非常向往。他那个时候没有的，孔子生在乱世啊。中国什么时候是大同之治呢？尧、舜、禹这三代。啊，禹传位给他的儿子王启。啊，启是真正的好人呐、啊，在那个时代时候找到像启这样的人的时候不容易呀、啊。啊，是大家公认的。啊，王启以后的时候，这在中国就叫小康了。啊，这是禹王有这么好的一个儿子，那儿子是圣贤的，不是凡夫啊！啊，所以古时候这个帝王选继承人都选圣人、选贤人，啊，所用的这些大臣都是君子，啊，所以政治能有那么好，啊，靠什么呢？教育，没有别的。圣贤是教出来的，佛菩萨也是教出来的啊，所以学记里头才有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啊，建立一个政权啊，这个治理这个国家，什么最重要啊？教学最重要啊。看看中国的古礼啊，看看中国古时候的制度，你就晓得，把教育摆在第一，国家所有一切设施都是为教育服务。啊，那我们看现在的社会，看西方的这些国家，他们把什么摆在第一呢？把经济摆在第一，把工商摆在第一。啊，把商业摆在第一，啊，这是人之所必争的。孟子见梁惠王，孟子就建议梁惠王呢，把利要放下，把仁义要提起来。啊，你这一个国家社会，每个人都讲仁义，都讲伦理，讲道德。国家就大治了。如果人人都讲利，这个国家肯定为王。啊，这是2500年前，啊，孟夫子讲的话，现在在这个社会上我们看见了。啊，可是人能不能教呢？能，人还是很好教的。我们曾经做了短时间的实验，做成功了，证明古人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在汤池办的这个中心，啊，不到半年，效果卓著，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啊，我们以为中国传统的这个教学丢掉了将近100年了。
啊，要想再恢复，至少得有3年吧，啊，才能看到效果。没有想到，4个月效果卓著，啊，真正证明了人性本善，证明了人是教得好的，而且很容易教。啊，那现在的问题呢？他就是不教嘛，他就没法子了。啊，所以这是个大问题。啊，关系现前的一些灾难。啊，灾难从哪里来的？不是自然灾害啊，与我们的思想行为密切相关。啊，你看佛家啊，教我们守规矩，一门深入，你就学一样东西。啊，学多久呢？学10年，10年学一样。啊，麦大伟教授到我们汤池去考察，在那里住了4天，回国的时候经过香港，跟我谈了6个小时。啊，想邀请我到剑桥去办个书院，啊，属于剑桥的。我也很欢喜，我也很感激他。啊，可是我告诉他，我说我不能去，他说为什么？我说你们学校那种制度框架加给我，我教不出学生出来。真的，你怎么教？我说我不会教，我们老祖宗会教。老祖宗什么方法教？我就告诉他，三字经念过吧？三字经他会背，四书都会背。就这个外国人，我不能不佩服。啊，三字经上前面8句话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教育最高指导原则，那就皈依专，就是一门。啊，我说举个例子，譬如《论语》，他说你怎么教法？我说我的学生不一定要大学毕业，不一定要硕士学位。啊，我这个博士班，啊，只要2个条件。什么2个条件？第一个德行，第二个文言文。有这2个条件行了。啊，父子教学，头一个是德行啊，第二个言语，第三正事，第四文学啊。德行摆在第一了。啊，德行学什么呢？儒释道的3个根。啊，儒家的根，弟子规。道家的根感应篇，佛家的根十善业，啊，这3个根要扎稳，啊，都很小的东西，分量非常少，不是背的，不是讲的，是教你做的，字字句句你老老实实做到。啊，这是圣贤的根基呀，一生不能违反呐。啊，一门深入，你专攻《论语》10年的时间，专攻了，你心是定的，你不会想别的东西。啊，我教怎么教法呢？我选择历代的一些注解，啊，指定1、2种，让你去看。上课的时候，学生上台讲给我听。啊，我教你学，我不是讲给你听。啊，1个小时，学生讲50分钟，最后我10分钟做讲品。他说：“那这一样东西也不过3、4个月就学完了。”没错，学完怎么办呢？学第二遍，2遍学完，学3遍。1年学3遍，10年学30遍，
10年之后，他就是现代的孔子。我们培养出一个孔子出来了，那得了吗？这个世界上能够有10个、20个孔子，天下就太平了。最后我告诉他，你回去，你学校要赞成我这个办法，我去，我很乐意去，啊，认为我这个办法不行，要改变你们的你们的章程宗旨，这啊法令规章啊，那就算了，啊，我说我还是要教，啊，我用的方法是这个方法，古老的方法，啊，这个交叉方法的时候，把年轻人害死了。头一堂语文，第二堂数学，头一堂还没装进去，第二换题目了，一天换好几个，学生的头脑像浆糊一样，这怎么行啊？中国传统的教学，古印度的教学，终极的目标是叫他开智慧，不是知识啊。所以今天外国这些东西啊，高等学府里，他所求的是知识，他不是智慧呀。知识处理事情有后遗症，而且不会圆满，智慧是好的，智慧能解决问题啊，没有后遗症呢。啊，我给他讲得很清楚，啊，他终于是搞明白了。啊，这个人是非常难得，非常的热心。智慧开了之后，你没有学到的东西，你全都能贯通。啊，所以佛经上讲，一经通，一切经通，他开智慧。一切法不离智慧，没有学过的，你一看就明白了，一听就明白。啊，学佛的，那儒家的东西、道家的东西啊，这外国这些东西能明白吗？能。连先这个现代的科学界、科学哲学，在您面前全通。啊，现在哲学、科学上解决不了的问题，啊，这佛经上都有啊。他一说问题在哪里，我们知道啊。啊，宇宙这些现象，不外乎三大类：自然现象、精神现象、物质现象。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对这一方面的研究，我看他们的报告，我看得很欢喜。啊，他们讲的量子里面的内容，在佛法叫阿赖耶，啊，讲宇宙的缘起，量子发现完全相同。可是最后的那个问题他不能解决，最后这个东西，这个念头就是念头的升起，啊，从哪里来的？他们今天讲的是无中生有，啊，说出这么一句话，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它不是无中生有，无中不会生有。佛法讲自性，我们中国古人讲明德，啊，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那明德就是自信，啊，自信是光明的，那明是智慧，啊，这个东西是本有的，不生不灭，啊，用佛法来解释四书，四书就是华严经，
啊，会讲得很透彻，啊，用科学来印证，啊，在宏观宇宙里面，科学家的报告说，啊，最新的这仪器只能观察到宇宙的10%，还有90%不见了。啊，这他们找不到了。他说不见了，我们会点头，我们知道到哪去了，回归自信了。自信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啊，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就是捉摸不到他。啊，什么时候你能见到他呢？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见到了。啊，科学家没放下了。啊，所以他直到这个极限，而这个极限佛在经上讲到了，你用第六意识，就是用我们的思考研究，它有边际。啊，宏观的边际就是到宇宙的边缘，微观的边际到量子力学，再没法子突破了。啊，再突破要放下，放下就突破了。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信息传给科学家，啊，希望科学家在大乘佛法里头解决他最后的问题，啊，那就大圆满了。解决最后问题的时候，他把一切放下，他就成佛了。啊，所以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20年、30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了，佛教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啊，他不再被人家称为宗教了。方法妙啊，这里面所说的全是本能，你通通都能恢复，那你就证实了嘛。啊，这就不是假的了嘛。啊，你只要把这些障碍放下，障碍是自己造成的。啊，所以解铃还需系铃人。任何人没有办法帮助你，啊，佛菩萨不能帮助你，啊，上帝对这个事情也无可奈何，啊，这个不能不知道。那么上面这个前面呢，啊，他就讲有多种不同啊，他一共是讲了9种不同。啊，讲了9种，第一个是宽狭不同，啊，第二个是多少不同，第三个是大小不同，第四个是持俗不同。前面这三个不同我们学过，啊，这叫能力呀，啊，说完全说我们的本能，啊，本能。从哪里来的？从智慧来的。智慧是从自信来的，是你自家本有的。你只要把障碍去掉，啊，佛法的修行，从初发心到如来地，没有别的，就叫你放下。啊，我们因为放不下，所以他叫你执着一个。啊，用一个，你天天想一个，把其他的想法都放下，你就想一个，用这个办法。啊，想念佛，你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啊，用什么呢？把所有念头都打掉，啊，不管这个念头起心动念是善念是恶念，都不要管它。念头才起，古人说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你赶紧觉悟，回到阿弥陀佛，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其他念头都没有，时间久了他就清净心现前了，目的达到了。啊，清净心是第一个目标，平等心是第二个目标，啊，大彻大悟是最后的一个目标。啊，所以第一个目标达到了，就像学校的学位一样，啊，学士学位拿到了。
第二个目标是硕士学位拿到了，第三个目标是博士学位拿到了。啊，佛陀就相当于博士，在佛教育里最高的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所以阿罗汉拿到清净，菩萨拿到平等，啊，佛拿到大彻大悟。这学佛学这个东西的，你要知道啊，不是人间的功名富贵，与那个不相干呐、啊。啊，那得真正受用，那就是这一段所讲的了。啊，这神通是受用啊！啊，你的观察力量强啊！啊，科学仪器用不上的，啊，用上用定功，用自信本能，不需要用外面东西来帮助。啊，比所有一切仪器的时候更厉害。啊，效果更大。我们今天看这个，从第四个看起啊，第四在241面第三行，啊，第二句，第四，持俗不同，啊，二乘于至原处，多时乃至，以其不同如意通故，啊，这是讲能力里面的一种。叫如意通啊，如意通是什么呢？飞行变化自在啊！我想很多朋友们看过西游记，西游记孙悟空有72变，那个72变叫如意通，那是很小的如意通，才只有72种。菩萨如意通无量无边啊，72太少了啊，那是修得的啊。那么极乐世界的居民，他不是修得的，他也不是报得的啊。你比如人生天，天有5通是报得的，生到天上就有。啊，像我们人间有这些特异功能的，啊，这些人，他是报通的，啊，他生来他就有，啊，但是他以后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啊，妄想多了，杂念多了，烦恼多了，这就没有了，啊，这个东西就是障碍，啊，永远保存清净心。他就能保持这个能力不会失掉啊，但是保持不容易，要每天看电视就很糟糕啊，那就严重染污啊。啊，所以这个是，你像二乘人，声闻根缘觉，这得清净心。啊，他们有这个能力了，啊，于至原处多时乃至，好像飞行一样，它有时间的。啊，那么诸佛菩萨一念能至十方世界，以其所得如意通故。啊，这个诸佛菩萨是刚才给诸位说的，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断掉的。啊，这个菩萨叫化身菩萨。中国大乘里面所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些人他们的能力就大了，他的如意通，一念。变法界虚空界，这是真的，一点不假。
啊，我们在前面学过很多了。啊，因为他们能够回归到自信的本体。啊，你看，贤首大师《望境还原观》里面跟我们讲，三种周边，这就是这个的证实啊。啊，就是这一种如意通的理论根据啊。啊，第一种。念头才动，周边法界。啊，第二种呢，念头才动啊，畜生无尽，就整个宇宙现象现前。啊，第三种啊，含容空有。含是包含。容是容纳，空是虚空，有是万有。你说那个心量多大？啊，一念之间，它能够包虚空，容法界。啊，大乘教里常讲，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就这个意思。这三种周边是把宇宙的真相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这科学家没讲到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啊，了解之后，他为什么要修复？我要恢复我自己自信的本能啊！我有圆满的智慧，我有圆满的德行。又圆满的想好，为什么不恢复？啊，释迦牟尼佛做出样子给我们看。啊，我在没有学到这段经文之前，我就有一个想法，以后读的这个经文证明了我的想法正确的。我想的是什么呢？释迦牟尼佛每天到晚去偷摸，偷了这饭菜，有的啊富贵人家饭菜不错，要偷到贫穷家的饭菜很不好吃啊。甚至于在经上看到的乞丐，外面讨的饭，路上碰到佛了，把他那一点饭就供养佛，想求一点福。那个饭闻闻什么馊了，很难吃。我那时候怎么想法呢？佛的智慧神通到底是圆满的，一定到他嘴里说，那个味道就完全变了，就变成最好的味道了。以后读的这个经文果然如是。啊，任何不好的东西的时候，甚至于毒药的时候，一进他的口都变成上味。啊，都变成最好的营养。为什么呢？一切法唯心所现嘛。啊，他是什么心啊？他纯净纯善啊，没有丝毫恶意啊，啊，所以他能转境界。你看佛家讲的是这个相随心生，境随心转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灾难能不能转？能转啊，在佛法理论上是没有问题的。只要居住在地球上的人心念要转过来了，这地球上什么灾难都没有。啊，灾难是从哪里来？从贪嗔痴慢疑来的。啊，贪心感得的是水灾，啊，海水上升。啊，嗔恚感的是火灾，地球温度上升，那嗔恚呀。啊，风灾是愚痴。啊，傲慢是地震，啊，傲慢心不平呐。啊，还有个怀疑，怀疑是造的罪，怀疑什么？
对圣贤教育教诲啊，他怀疑，他不相信。那这些灾难，你自作自受，你都要承担。如果你能够相信，你能够学习，能够依照这个来去做，灾难会化解。啊，对个人，个人身心健康，什么病都没有。啊，年岁长大，身体状况、体力跟年轻人一样。但是学佛，这是第一个好处啊！啊，身心健康啊！啊，我老师做出样子给我看。啊，李炳南老居士。啊，他95岁的时候，还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不要人伺候。啊，95岁那一年呢，同学们才苦苦的哀求，啊，有两个学生自动愿意照顾老师，啊，勉强接受。这说明说他自己行吗？何必要人要麻烦别人呢？啊，老师一天吃一餐，吃多少年呢？他告诉我，打30多岁的时候学佛就开始。啊，到90多岁，70多年了，70-80年了，啊，日中一时，一天吃一餐了，啊，工作量是普通5个人的工作量，那么大的工作量，啊，我跟他的那一年，他老人家69岁，啊，我跟他10年，啊，他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啊，是证明啊！啊，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不求人嘛，自己能照顾自己嘛，不求人嘛。啊，人生最高的享受绝对不是地位高，啊，不是有财富，不是。啊，粗茶淡饭，身心健康。啊，每一天增长的是智慧，是德行。你说多快乐！啊，没有忧虑，没有牵挂，没有烦恼，没有压力。这过神仙生活啊！啊，何况有人做出样子来给我看，我们就知道这不是假的，这是真的。啊，所以我的日中一时跟老师学的。我在台中10年了，我那个时候日中一时是5年了，我有这个基础啊。以后出来弘法，啊，大家看到日中一时都不放心。啊，说是你这个不吃的时候营养差了，将来身体坏了我们担不了责任啊，那没办法啊，我怎么办呢？我把一餐改做3餐，量很少。我那日中一时的时候，那时候一餐吃3碗饭啊，这普通的小碗啊，我吃3餐呢，一天一餐吃1碗，还是一样多。我用这个方法啊，所以你要晓得日中一时省好多麻烦了啊，早晚不要吃东西省好多麻烦啊，而且自己烧一餐饭的时候，从开始是这个烧，我们老师山东济南人吃面食的啊，我也跟他学啊，用那个挂面，我们家乡叫挂面，此地叫面线啊，很好煮。
一餐饭从煮饭到吃完的时候25分钟，你看多简单啊，很容易啊。老师告诉我，人到无求品自高啊，啊，你需要东西多了，你就得求人了。有谁一个人不求人，这最高的。啊，所以这些呢，我也不希望大家去学它。啊，为什么呢？要烦恼轻才行。啊，一定要知道，身体是个机器，饮食是能量的补充。你这个机器需要消耗那么多能量，你要不补充，它就会生病。这真的不是假的。可是能量消耗到哪里去呢？我在那个跟老师那几年的时候，我得出一个心得，我向他老人家报告。能量的消耗应该是90%到95%消耗在妄念上。你想东想西，胡思乱想啊。哎，老师一拍桌子，对，有道理。啊，与劳心劳力消耗很少。啊，劳心我看到李老师。啊，他每天要教学。啊，那他还是一个公务员。啊，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叫孔德成的主任秘书，要帮他办事，上一上班。啊，教两个学校。啊，他是好教授。啊，还要教这学佛的这些学生。啊，我们跟他学经教，一个星期3个小时。啊，另外还要教国文，啊，要教我们学国文，一个星期也是3个小时。啊，还有的时候，国内海外的这些慕名来访问，啊，来请教的人络绎不绝，所以跟他约时间见面。要一个星期之前给你排时间啊，临时去找他一定找不到啊，所以我得出的结论，与劳心劳力消耗的不多，就是大妄想消耗的多啊，就胡思乱想啊，那你吃不饱不行啊，你必须要补充这个能量啊，啊，所以要减少能量呢，先要少生烦恼啊，烦恼轻智慧长啊，那这个一餐呢是够了，足够了啊，这个里头没有什么秘密啊，是很有道理的那么这是说，你看二乘人呢，他只放下执着，分别没放下，妄想没放下，所以他有神通啊，他有如意通，但是他要到一个地方要相当长的时间啊，但是肯定比我们现在飞机快，我们飞机是赶不上他啊，比如说飞机我们从香港飞到美国要飞10几个小时啊，他可能半个小时就到了啊，如意通者半个小时到了，他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啊，如果是菩萨，那个能力就比他强多了。啊，这个菩萨是普通的菩萨。啊，就是分别放下了，那他比他这个比他的能量超过10倍都不止。嗯，他还是有时间。啊，他从此地到美国需要30分钟，啊，那菩萨大概需要的时候，啊，3-4分钟，啊，就能到了。可是化身菩萨了，他一念就变法界，这个要知道啊。
本能恢复了。啊，我们如何训练？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训练不起心不动念，就达到这个边缘了。啊，那怎样才能够训练这不起心不动念？你首先要肯定，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一样东西真实的，你才会放下吧。你样样都当真嘛，所以你放不下吧。没有一样是真的，啊，真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不但六道是假的，十法界是假的，啊，我们学了华严，学了无量寿就知道了，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图也不是真的，啊，什么东西真的？常寂光是真的。啊，万事万物是从常寂光流出来的，最后还回归常寂光。啊，这是一个最大的循环，啊，周期的。啊，所以在宇宙当中，就像一个钟表一样，里面许许多多的齿轮，啊。都有连带的一些关系，有的转得快，有的转得慢，啊，通通都有周期性的。宇宙也会如是，啊，整个宇宙就像一个网络一样，它非常有规矩，一丝毫都不会乱。啊，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2012，啊，是我们。银河系里面，啊，银河的中心，太阳跟地球排成一条直线，是这么一个周期。这一个周期5万多年，啊，这个周期不大，啊，才是银河系里面不没有超过银河系之外，啊，2012时候碰到的时候，哎，正好。他这是玛雅历的是第五个周期啊，那么这种排列对地球可能会有影响啊，也可能没有影响啊，这个科学家也警告我们。啊，希望没有影响，啊，但是他有条件，啊，什么条件呢？他提出了三句话，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要我们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是吧？啊，人类会把这个世界带向更美好。啊，那如果要是不能转变呢？啊，还是搞严重的一些贪嗔痴慢呢？那这个灾难是不能避免的。这个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啊！啊，所以。化解我们自己的问题，啊，身心健康的问题，家庭和睦美满的问题，社会安定的和谐的问题，啊，乃至地球上种种灾难的问题，不要问别人，问自己。端正心念这句话说得好啊！啊，中国老祖宗几千年来教导我们，后人叫什么？不能不知道啊！叫我们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所有一切学术都不脱离这个框架。
啊，你看儒家的四书五经十三经，没有离开这个总纲领。再扩大，你看四库全书，啊，经史子集，任何有它也不没有违背这个原理原则。这叫中国传统文化了。啊，违背了就出麻烦。啊，在个人身上呢，就出现了健康问题。啊，家庭呢，家庭出了不和的问题。啊，社会就有动乱的问题，地球就有灾变的问题。你看看。啊，你要问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跟我们自己是一体。老子讲过啊，老子那个时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啊，老子讲，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跟佛家讲的，跟现在科学讲的一样。我们对这科学家不能不像，不能不佩服啊！啊，他们今天有这种成就，不简单了。啊，那么再看第五，虚实不同。二乘所化现一切，相思而已，不得实用。啊，这二乘人，他们能变化，他也能变佛，也能变菩萨。啊，像孙悟空七十二变一样，啊，他会变，变得像魔术，让你欣赏，得不到实用。啊，可是佛菩萨不一样啊！啊，诸佛菩萨所化现的，皆得实用。啊，你需要它真有作用啊！啊，譬如你要过河，在急难时要过河，它真的变化一条船，帮你渡过。啊，渡过之后你再去看船没有了，不见了，那就是佛菩萨变化，它真管用。啊，叫虚实不同。第六呢，所作不同。啊，诸佛菩萨化无量人，各令有心，随作一事，令人异这个异变。佛菩萨他能分身，他能变化啊，分身跟变化是两种形式啊，分身是自己同样的一个身啊，这个在历史上有记载，而且很多啊，前面我跟诸位提到一个名字，我记不得了。啊，年轻时候看有印象，《神僧传》里头有这么一个故事。唐朝时候的，啊，印度有一位高僧，在中国传教，啊，也是讲经教学。啊，诸位一定要晓得，佛教是教育。啊，传到中国来的是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皇上自己亲自抓的。啊，中国从汉朝汉武帝建立这个制度。啊，对于国民教育呢，是用儒家的。孔孟学说用儒家的。宰相抓这个教育。啊，所以他底下有个机构叫礼部。啊，就是现在的教育部。啊，礼部尚书就是教育部长。啊，管这个传统教育。
佛教是从外来的，佛教教育的时候是皇帝亲自抓，所以佛教的传播就超过了儒家了。啊，因为中国人敬皇帝，啊，所以这个寺院庵堂，这都是佛教这个道场的名称，啊，称寺、称院、庵堂，啊，寺是永久建立的，啊，这称寺，啊，所以寺院庵堂的建筑可以盖宫殿式的房子，啊，这是皇帝准许的，啊，就是说。佛是皇帝的老师，他也会做佛门弟子，啊，对老师的尊重，啊，所以佛教的这个道场可以建宫殿式的，啊，那么现在我就不主张了，现在我们建学校，不要做建宫殿式的，啊，要把它回归到教学，啊，那么佛教在中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所谓是宗教。我相信不超过300年，啊，寺院庵堂不教学了，啊，去做经忏佛事、做法会、做超度，搞这个事情去了，啊，这从前没有的，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大概完全变成这个样子，应该是慈禧太后手上。啊，慈禧太后对于文化不太重视，她喜欢搞迷信。啊，所以上行下效嘛，她这一带头，哦，民间大家都来学她了。啊，所以历史我们要知道。那现在呢？现在必须把佛教回归到教育，它对社会才有贡献呢。这个有用啊！啊，这个宗教要走向祈祷的话，命不长。我是今年6月，啊，有这么个缘分，随同马来西亚的宗教访问团。去访问梵蒂冈，啊，在罗马，我们跟天主教的教皇见了面，啊，跟他们的主教做过了交流，那讨论宗教以后怎么个走法，啊，他们的代表教宗的陶然主教，啊，弘一主教。告诉我们，最近这些年来，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越来越少了。啊，他们有统计，他们受洗的嘛，每年受洗的人越来越少了，特别是年轻人呢，跟学术界，这他们很担忧。啊，我当时就提出我这个看法。我说为什么？早年，啊，每一个宗教创始人，啊，像摩西、耶稣、啊，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佛这些人，他们在创立的时候，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啊，乃至国王、大臣、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哲学家。啊，哲学比科学早。啊，为什么都愿意来学？啊，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穆罕默德教学27年，摩西的年数也应该很长，耶稣是被人害死，只教了3年。啊，是这样。我们要晓得，宗教创始人当年在世都是搞的社会教育啊！
啊，经典里面偶然也有记载。啊，这些教主们呢，也显一点什么神通啊，给这些疑难杂症的给他们治疗，也很有效。那这个不稀奇。这是什么？我们中国中医里面讲的推拿术，你有问题给你摸摸这按摩就好了。啊，这个不稀奇。啊，很神妙的，都有道理。啊，你比如佛经里面，你生病了，啊，佛教你念咒子，治病的，啊，这大藏经很多，可是现在全不灵了。那什么原因？它是用音声治病，啊，让你发出一种声音，震动你身体某个部位，把这个穴道阻塞的地方一震动通，问题解决了。那个音声强弱长短那有一定的，所以那要口传，记下来就不行啊。所以这种治病方在唐朝时候很盛行啊，啊，很管用啊。现在大藏经我们照念不灵了啊，不管用了。为什么呢？音念错了啊，所以它就不灵。啊，我们觉得说它是有道理的，啊，用音声，啊，在科学上它讲得通，不是讲不通啊。啊，它主要啊是教学，啊，所以今天宗教的时候，我们把教学放弃了，都去搞祈祷。啊，祈祷你说有效啊，这个灾难呢，我们一祈祷灾难没有了，人家骂你根本就没有灾难，你们胡说八道，你无法争辩嘛。啊，我们知道有效果，但是人家不相信嘛，你拿不出证据出来吧，所以还是要恢复教育啊。所以我们最后结论，每一个宗教都要恢复教育。宗教这个教育叫什么呢？现在全世界的教育，从幼儿园到研究所，没有伦理的教育，没有道德的教育，没有因果的教育，没有宗教的教育。我们宗教教育把这些课程补进去啊，补他们的不足，那你对社会就有贡献。啊，特别是要用中国词汇来解释宗教。啊，这是世界上许多宗教都接受了。中国词汇，这宗是什么意思？宗有三个意思，你们查字典能查得到。第一个意思，主要的。第二个意思，重要的。第三个意思，遵从的。啊，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宗教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这意思好不好？大家都赞成。啊，用中国词汇来介绍这个宗教，啊，那我们要真正做到，啊，重要的这个教育是什么？伦理道德、做人的教育啊。你今天这个学校的时候会就毕业的，他会做事，他不会做人呢、啊。所以企业家、大的公司，这个工厂，啊，需要人才，啊，会做事的有，不会做人，他不要啊，不敢用啊。啊，所以我就提倡说，宗教今天做什么教育？补缺的教育。这缺什么？缺德吗？在补这个吗？啊，这对社会就有贡献了。啊，这个就不再走迷信了。啊，当然，现在这个祈祷这一类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废止，完全废止它有困难。作为附带的，主要要教育。
要教学，把经典里面啊，特别是关于伦理道德因果普世的教育，要把人教好啊。宗教教育里的核心，我们提出四个字：仁慈博爱啊，这是任何宗教经典里面都讲的，没有不讲仁慈的，没有不讲博爱的，就用仁慈博爱做所有宗教共同的教学目标啊，希望呢真正能化解冲突啊，从夫妻的冲突，这离婚率太高，这夫妻冲突啊，啊，父子冲突、兄弟冲突，这家庭邻里乡党的冲突要化解，啊，带给社会安定和平，啊，宗教就做了一桩大好事了，啊，这个天主教认同。啊，所以今天解决真正化解冲突，恢复安定和谐，除宗教之外找不到第二条路啊！因为在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比不信宗教的人人口还是占多数啊。现在是民主政治，投票选举啊，这个宗教徒是很大的一个群体啊，有这个票源啊，这些人真正要是团结起来，会影响政治啊，影响政党，影响族群啊，真能做出很好的贡献。我们把这种想法、这个看法介绍给联合国。啊，也产生到一些效果，啊，现在就要真的干，不干不行，啊，这个干呢，一定要做示范点，啊，那会起很大的作用，啊，所以现在的时候，你像我们。净宗学会啊提倡的这个三十七念的佛事，也都是属于祈祷啊，祈祷也有科学的证明。最有力的证明是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水实验，做成功了啊，他做了十七年，在联合国多次的表演啊，水是矿物，证明他能看，他能听，他能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也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啊，我去过两次，啊，听他的报告，啊，他最初不敢接触宗教，因为宗教是迷信，啊，怕人家说他是迷信，啊，他跟这个宗教划清界限，我告诉他。不是你这个试验呢，在佛经上全有。他非常惊讶。我说你试验还差很远，距离差很远。啊，因为在佛经上讲的，任何一个物质，只要是物质，它都有精神现象。啊，精神跟物质永远不能分家。啊，再小的物质现象。你想念小光子
啊，比基本粒子还要小，它里头有受想行识。啊，那么它反映的现象一定是有色声香味。你现在反映的只看到色，声香味你还没能发现，你还差很远来。啊，这他才接受了。啊，他拿宗教来做实验，每个宗教那个反映的接近图案都非常美。啊，所以他现在开始做这个东西了。啊，他在琵琶湖做了个实验。啊，日本的琵琶湖很大，像大海一样。啊，但是它确实是个湖。啊，有一个海湾，那个海湾是死水，20多年，这个水呀，它不流动，所以水的气味很难闻，很肮脏。啊，他就找了300多个人。在这个湖边做祈祷，找了一个老和尚，90多岁老和尚带着大家，祈祷的时间1个小时，非常简单啊！祈祷这一个小时，要求大家把什么念头都放下，什么都不要想，啊，让清净心恢复出来，只想一个问题，一桩事情，湖水干净了，就这么一句话，啊，用300多个人的意念。这个力量对这个水，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就这一句，念1个小时。到第3天，湖水真干净了，气味也没有了。日本的电视新闻报道都宣扬这种事情，保持了6个月，保持了6个月。所以我告诉他。我说你最好2个月去祷告一次，他不就永远能保持吗？啊，这就是说明矿物他有受想行识，他有感受啊。我们用爱心对他，他的反应那个接近的图案非常之美。我以恶念对他，我恨你讨厌你，那个图案就很难看。啊，那么经过水，然后我们可以拿物质，你像这个水果，啊，很多学生做实验的都做成功了，啊，甚至于这个吃的饭，啊，一锅煮成的饭，啊，你摆在2个碗里面，啊，放在两边，一边的对他讲我喜欢你，那个一杯你说我讨厌你，啊，过了3、4天。在喜欢你的时候，它发酵了，味道很好闻。啊，那个讨厌它的时候，它变成黑色了，气味很臭，很恶臭。啊，它就不一样。啊，任何物质你去做实验，都实验出来。啊，这就说明佛经上讲的没有错啊。啊，现在科学，量子科学家发现了物质的基础是什么呢？是念头，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啊，佛经里，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弥勒菩萨在佛教里面可以说是心理学家。啊，问弥勒菩萨，普通人起个念头，啊，我们一般人起个念头，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细念，有微细的念头，啊，有几个相，有几个实，啊，相是什么？相是物质现象，实是精神现象。佛问了这么一句话，啊，弥勒菩萨答复说：一弹指，啊，这一弹指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啊，单位是百千，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我们中国人算法是
320兆，这一坛指320兆。啊，那我们谈得快的，我相信有比我谈得快的，我年岁大了。啊，年轻人谈得快的，大概可以一秒钟谈5次。啊，那是谈5次的话，要用秒做单位，那一秒钟就有1600兆。啊，一秒钟有1600兆的这个念头。念念成形，形是物质现象，每一个念头里头都有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它分不开的啊。所以物质是什么呢？物质就是意念啊，意念累积连续产生的幻想，它不是真的啊。那物质有固体，有液体，有气体，这是什么？这是它的波动频率不相同，波动的慢的就变成固体啊，波动稍微快的就变成液体啊，再快的变成气体，更快的就变成无线电波啊，所以它是频率不相同形成的不一样啊，千变万化了啊。所以在大乘经里面给我们讲这些道理啊，现在被量子力学家证明了啊，他找出这个物质现象的这个基本的元素就是意念啊，所以意念这个能量太大太大了啊。佛法里面叫你修禅定啊，禅定的念头是集中啊，精神集中啊，会发生非常强大的这个力量啊。强到什么程度呢？强到可以能改变星球在太空当中运行的轨道啊，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地球上这些种种灾变，这小事啊，鸡毛蒜皮小事啊，哪有不能控制的道理呢啊。所以你了解它的原理啊，你才能够相信。特别是集体的意识啊，像这个江本博士试验的时候，350多个人是集体意识改变琵琶湖的这个恶臭啊，这个脏乱啊，1个小时就能产生这么好的效果啊。他这个实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啊，他在联合国做过很多次的报告啊。所以有灾难，有这种预言，好，这个信息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准备，可以做准备啊。那科学家还告诉我们啊，这是科学报告啊，讲这个集体意念的力量之大，它是整个地球人数的1%的平方根。啊，大概地球上人数的时候，以65亿来计算，啊，以这个为标准，啊，那么1%的平方根，大概是8000人。8000人如果能够把意念端正了，啊，真的像他所提出来的，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意念，能够让这个地球上平安度过灾难啊。小灾难会有，大灾难不会发生65亿人，
8000人，啊，8000个好人，啊，真正回的回头向善了，8000个好人，能够保佑65亿人这么多人吗？谁相信？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邪不胜正。”啊，我们可以用这一句古人这一句话来解释。啊，多数人邪知邪见呐，这8000人正知正见呐，管用啊！啊，8000人到哪里去找呢？到宗教里面去找。所以我们把这个信息告诉梵蒂冈，啊，梵蒂冈确实是有这个意愿要求全世界这个天主教徒，啊，我们也同样把这个信息告诉其他宗教，啊，在佛教里面我们要求净宗，啊，我们净宗同学不止8000人，啊，真看呐，真的回头啊，啊，依照经典教训呢去做，啊，自利利他，何乐而不为之呢？啊，科学家又告诉我们很具体的一个方法，就是100万人的这个都市，能够有100个好人。啊，就能让这100万人的都市不遭大灾难。100个人不难找啊！啊，我们京东同学就可以啊。啊，我香港这个地区的时候，大概有500万人的样子，咋的要找500个人才行？啊！所以这些话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有科学的证据啊。佛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就讲得这么清楚啊，今天让科学家的时候给我们做证明啊，让我们对于经典这些话不再怀疑了啊，认真去看。啊，这个底下的第6是诸佛菩萨化无量人呢，各令有心，随作一事，令人异变。啊，二乘人，他能也能变化很多人，啊，能分很多身，他只能做一桩事情，不能叫每一个做个人不同的事情。啊，这个我们在《高僧传》里面见到有这个记载，啊。第7呢，属性不同，诸佛菩萨但现一身，令人异见；但出一身呢，令人异闻；安住一土，十方俱现。这2乘人做不到。啊，这是什么呢？佛菩萨现一个身，现身。每一个见佛菩萨人呢，见的不一样。啊，我们现前也有个例子，香港圣依法师今年往生了。啊，这是我在香港最好的一个老朋友，他大我5岁，啊，也算高寿，今年88岁。啊，他告诉我，大陆刚开放的时候，
他们香港有三位出家人到普陀山去朝山，在普陀山梵音洞啊，听说梵音洞观音菩萨常常现身啊，他们很久就仰慕，在梵音洞的门口拜观世音菩萨，拜了半个小时，观音菩萨出现了，三个人都看到了，非常欢喜。回来的时候大家就问，你看到观音菩萨什么样子，结果三个人看到不一样。啊，这就是菩萨一生，三个人同时在那看，看的不一样。深夜法师看到的观音菩萨像是全身金色，戴毗卢帽，就像地藏菩萨戴了个帽子一样，他看到是那个像，啊，全身是金色。另外一位法师看到是白衣观音，是女的像，啊，就像我们一般呢看到的时候，这个白衣观音。另外一位法师看到是个比丘像，啊，是个出家人，啊，比丘像。都看到了，看到的是完全不相同，啊，这是佛有这个能力。此地要记住，佛有这个能力，就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啊，这是完全相同的，啊，出一身令人一闻，这就是佛经上所讲的，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个个都能够听得懂，都能够理解，不需要翻译。啊，他说的说，没有一个人听不懂，每一个人听的是自己的语言。啊，这个也有可能的。啊，现在科学家也能做到这个，但是不能像佛这么普遍。啊，在国际会议上的时候，啊，有翻译的机器，啊，不需要用人，用机器来做翻译。啊，啊，所以这是二乘能力就不行，像阿罗汉跟辟支佛做不到。幕后一句说自在不同。啊，如《涅槃经》上说的，诸佛菩萨凡所作为，身心自在，不相随处。其身现大，心亦不大；身现小啊，心亦不小。忧喜等一切皆耳。啊，这底下有个挂虎，意味现身喜，心亦不喜。也就是说，他能现大现小，现种种不同的身，可是他心是如如不动，这是真的。如果心动啊，就没有这个能力了。所以二乘不能，为什么呢？二乘有起心动念啊，这个在不起心不动念啊，为什么能现？佛陀在世，有人曾经问过他。啊，佛举个比喻，从比喻当中啊，我们就能够体会。啊，这个比喻是佛问人家：“你有没有看见过敲鼓？”啊，有看见。他说：“鼓里面有什么东西？”那鼓里都没有，空空的。大扣则大名，小扣则小名，不扣则不名。佛菩萨的心就跟鼓一样啊，那什么感应嘛，众生有感，佛菩萨就有应。众生的感不一样，佛菩萨的应也不一样，应的行不一样，应的用不一样，那个不起心不动念是一样的
啊，绝对没有起心动念过。一起心动念，那就变成凡夫了。啊，这种能力我们就失掉了。啊，所以，啊，理明了之后啊，就知道这是有可能的。啊，今彼国天人之神通，如何赞云：今则大乘不共之通，而更加弥陀本愿力，其混同啊，其同凡小之通啊，跟这个凡夫是假天人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这是凡啊。那小圣呢？这就是讲的声闻缘觉，不能跟极乐世界人相比啊，这就说明。学佛这个法门是比任何法门都殊胜，比任何法门所得的功德利益都不能够相比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你会欢喜修学这个法门啊！为什么呢？这个法门学起来你一生能有把握成就，修其他的不见得有把握啊！这个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所以确实有不思议的功能啊，帮助我们把我们自信的能力逐渐的通通开发出来啊，原理就在此地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